王心凌出道20周年的日子，她也特别在微博及 IG 开直播，和粉丝们互动聊天。她身穿宽松白色棉 T， 搭配短裤入镜，不时露出修长美腿，让粉丝们看得神魂颠倒。而她在直播中被问到现在是否觉得幸福，她则开心笑答：“现在幸福啊，幸福，每天都很开心。除了新专辑有压力，其他都很开心。生活上有很多爱我的家人朋友，所以是非常开心的。”而不少粉丝也期待能早日听到关于女神结婚的好消息呀。除此之外，好友陈若仪也特别在这天上传两人合照，她双手搂着王心凌，一起对着镜头露出甜甜微笑，并在动态上祝福永远甜心教主王心凌出道20周年快乐，也再度与网上引起热议。